选党主席的时候发起了铺天漫地的网络攻击，那是你在过去网军攻击的一个黑历史，历历在目。那在网军攻击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你的专业哦。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你跟你的团队做的好事情，请江启臣委员应该要出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。你跟朱立伦主席的